坐井他就会。这个正在以公谋私的小朋友。哪有？我在体验产品，从而得出经验，为我们的设计做贡献。爽不爽？爽。香不香？香。真香。太爽了。怎么办？我们为老人做一个。刚刚还在说我假公济私，然后自己用上了。我是在体验产品，不是在使用产品。为了我们自己的产品能做得更好，没有办法。舒服吗？还行吧。回头买一个，还是可以考虑的。这个爽不爽？这个是什么服务？这是什么待遇？产品设计师有就是今天让你数不够，明天回去想方案。有一个冲动的想法，就把这个拆了，把它水管给拎出来，连到我们这个上面。但是别了，这是一个太冲动的想法，我怕明天辅导员来找我。关键是他这边现在不能拆，拆就喷水。肯定会，这肯定不能拆，拆完就要上黑名单。不是拆了，我们也可以装回去，就是，只是我们找不到那个控制水的开关。没有，下雨的时候用的。下雨的时候应该那个水冲出来。哦，这边哦。但是不下雨的天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做实验？哎，有道理。不的，还有一个。可以。这个还真不敢动它。这肯定不敢动，我只是说是不是很像。我们是不是要买个这种头？这要是拆了就捅马蜂窝了。这个8万块钱。哎，可以吗？可以拧。哎，可以哦。不的，快拍一下。正在拍。太快乐了。先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你走开，可以了，好冷啊！来，这个等一下，在那个毛毛中间，哎呦，对，终于抽出了，哎，可以，我今天晚上不用洗澡了吧？如果我们速度快一点，哇，鬼畜呀，这什么鬼畜？哎，这个更鬼畜，好吧？你干嘛？你作弊！你作弊！我转不动了。机器是不会这样动的。是另外一只机器臂不好使了 ，sorry。一面滚回来。干了吗？干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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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箱视频。来。哎，好可爱呀、啊！好可爱。猥琐，猥琐阿姨。哎，他是什么？哎，待会儿你洗的时候用这个擦吧。来，换个组合。第一个组合是，好的。二，没有泡泡。三，说明什么？这个材料不太起泡。你看这个泡泡太多了。那你先拿干的那边，我们先把它洗干净。哎，我有泡泡。对，全是泡泡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冲掉，冲掉。哎，挺吸水的哈。不要管，我感觉潮潮的，你们摸，有没有刚刚那个毛毛，嗯，没有那个干，还有泡泡，而且还有泡泡，差评 ，no， 还有这个 no， 打个光来了，我们刚才已经做了一次起泡的条，加上尿不湿的组合。觉得不太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再做一组是浴球加上干发巾的组合，最后我们还要再做一次两条毛毛虫的组合，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哪个好，我们就可以确定用哪个材料做实验。我觉得这样子，对，我觉得其实你的手先打湿，然后包括它也是湿的，包括它也是湿的哈。OK， 然后水往里面喷，我看一下。越来越完蛋，这个不行，这个准备再拿其他的再滚一遍。还可以啊，你这个拖几遍吧，洗干净。那我们怎么能确定它洗到第几遍洗干净？好的，已经两天了。能力，感觉怎么样？还好，除了有点。我来摸一摸，可以，很干，很干。哦，干的，哦，好干。我靠，可以可以。可以，good， 可以，那个手再来一遍，圈 ，OK， 那个 ，no， 来给你们调个镜头，搓澡女工上线，使用者感受，我感觉还洗
喜欢者感觉张美丽、福沃都好。好，满分。看看，两遍。你感受一下，我手是湿的。那我可能我感受不到，就是有一点潮。啊、你说这样子滚过去，我觉得就干了。对，这样子滚过去应该就干了，是吧？嗯然后吹风机再吹一下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来三遍。来三遍，对，就是这个第一遍。摸，可以啊，我觉得。但是我觉得毛毛虫还是没办法把那个泡沫给它搓干净。其实我觉得或者这样子，它弄完之后停一下，水先冲着，停一下，水先冲，然后可能泡泡差不多冲差不多，它再上来继续滚。意义在哪？把泡泡洗掉，泡泡先冲掉，就是不要让它上面沾太多泡泡。然后它再滚，可能滚那么个两圈之类的，然后就全部都停了，然后上来干的滚。我觉得差不多这个顺序。OK 吗 ？OK， 我们第一步就是先用球球，第二步就是用虫虫，虫虫入境。虫虫和它的之间需要再隔那么用水水。用水水好，然后都停了之后呢，用晶晶。Okay. 好的好、啊，我们决定这个顺序了。OK OK。好。不知道，嗨。也不知道出镜了没？你站在那里看。来，出镜了。我的原版是。哎，刚好拍到这里。我是在想说，如果放边上潮湿的问题。能解决掉的话，我直接就放边上。嗯，然后到时候，因为它下面如果有个大的扣卡住，就直接从这边穿过来就好了。嗯，就是你的意思是它可能是那种，就是这样。哇，那可能不够长哦。对，这怎么出去啊？我觉得可以这样子，比如说进来完之后，老人可能差不多个五秒钟、十秒钟吧，人差不多就能大概湿了。然后大概湿完之后，这个杆子出来，这是有带沐浴露的那个杆子，出来完之后，它可能也稍微喷水喷那么个几秒，然后可能水会不会关掉，然后就开始这样滚动作。对，已经第二步了，然后可能再滚一次。然后收回去。第三遍了吗？啊，说到这里啊。不用，啊，说到这里。啊，对。洗完之后虽然说也是。其实收那里，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收这里。因为这个得洗干净，就是彻底收纳的时候它得洗干净。不是，我觉得就是老人身体都洗干净之后，你用那个布给他擦一遍，我觉得。但是三个一起弄嘛，就。上喷的时候是水开的，好像没有。我觉得往上喷是反而可以实现，就是。水压，给那个压力。水能冲得出来。